这就是你说的那位啊？怎么看着跟小孩似的？多大了？讨厌！我今年28。28，好年华呀，可以呀。行了，大家都别看着了，这菜嘛做出来是要吃的，大家都动手吃吧。嗯，那个杨华。啊，那个我们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。嗯，就简单做了一点，你就随便尝尝吧啊。忙了一上午，做了一桌子的菜，那人家还和你说，哎呦不好意思，没做什么菜，你就随便吃一吃。问，现在你要怎么回答？阿姨，他会开玩笑，做这么多菜还说没有菜，你这回答就错了，顶多60分啊。在岳母眼中，最完美的回答应该是。阿姨，您太心虚了，做这么多菜还说随便做做，谢谢阿姨。来吧，吃吧。哎，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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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吧吃吧。你要吃什么？我帮你夹。嗯，丸子。这装的真像啊！吃丸子，老婆我也要吃。吃我自己家。那我要吃鱼。你唐华，对吧？嗯。会喝酒吗？喝酒呢，应该来说是绝对的陋习。但是呢，你第一次去别人家里，那你这就是一道鬼门关的题啊！啊，一定要拿捏好那个分寸。啊，喝酒。考验的是一个男人的定力、魅力、勇气和担当，你不能推辞，但也不要贪杯哦，不能耍小聪明啊！你呢是能醉，但是不能大醉。说了这么多，到底喝还是不喝？你傻呀？你觉得呢？你疯了？那个，杨华。不着急的，慢慢喝，慢慢喝，慢慢喝。阿志挺能喝的，能喝就多喝点。行了，行了，干嘛呀？干嘛呀？我这帮他给咱爸刷印象分呢，你这干嘛？这得没多少，他喝不喝？这行了，别倒，没事，这才多少，他能喝。你他不用喝啊。没事，我有分寸。那个，你们先吃着喝着，我去。再做两个菜啊，少喝点你。喂，干嘛？来来来来，咱接着喝，咱接着喝，咱俩喝菜喝。来吧，爸一起，来一起来。哎呦，小弟弟酒量可以啊，还能喝吗？能喝那咱就一醉方休了。月，少来，少来，没事没事没事。这爸，这才这才多少度啊？这个不好啊。你跟小诗是怎么认识的呀？啊，怎么认识的？爸，他们俩是国外旅游的时候认识的。我问他呢。我和秦时的相识是在一次完美的相。哎呦，秦时，我说什么来的？我是不是说你穿婚纱好看？哎呀，老公，你看呀，像天仙一样。秦时身上婚纱是不是漂亮死了？果然还是马靠衣服，人靠鞍。怎么说话？幽默，就是幽默。哎呀，你今天这么一打扮，我都快认不出来了。这还是当年那个跟在我屁股后面嚷嚷着不要当我妹妹，非要当我女儿的小丫头吗？这么快，你也要结婚了？我这心里面还真有点舍不得。杨华，结婚那天陪他走红毯的人不是我，所以我有些话想要跟你说。你身边的这个女孩子是我的妹妹，是我最亲的人。我看着她出生，看着她长大，
陪着他经过了生命中每一个最重要的时刻。他马上就要成为你的妻子了，要跟你一起风雨同舟，白头偕老。所以我希望啊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你能够敬他，爱他，为他挡风遮雨，对他不离不弃。你们既是爱人，也是良师益友，能答应我吗？哥，我可能做不到。啊？杨华，说什么呢你？我们这都跟你客客气气的，你倒是不客气啊！真以为领了证就万事大吉了？秦诗，哥哥们都这么优秀，你找一这么一位啊你？我的意思是，为秦诗遮风挡雨我做不到，因为秦诗比我优秀的很多，她是我所见过的女性中最聪明、最优秀、最有担当、最勇敢的人。我只能做他的益友，而他就是我的良师。能够跟他风雨同舟，成为他的伴侣，是我的荣幸。你没喝酒，这么说？说真心话不需要喝酒。我会为我昨晚的事负责的。昨晚发生的事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不知道这件事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，但作为一个男人，我必须要说出我的感受。秦律师，我喜欢你。你刚刚说你喜欢我？真的去，你感受到我喜欢了吗？我可能需要再确认一下。你的电话。